谢大家给我们南投在地的银北国中舞龙队这么热情的掌声。主任好，主任好，主任您要带队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学生应该可以自己撤，对不对？主任要不要跟我们小聊一下？主任呢，也是我们在这个南投灯会的算是常客，对不对？那我刚刚有跟大家介绍说，其实银北这次的这个舞龙队呢，在我们包括学生会把自己学以致用，他们的电学跟相关的知识都用在他们的夜光龙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。他们，你们在看到全台湾的夜光龙表演，我们银北国中绝对是唯一，因为这是他们。因为我们学校，因为本身是教自然与生活科技，那这部分就是我教给他们电学的知识，他们就想到怎么接，包括怎么样接会短路，怎么样接才有电，都是他们试出来的，那这个是我们美国中算是一个很容易让学生学以致用，只要有舞台，学生愿意站上来，我们就会给他舞台。是，所以这个吴老师呢，在过去好像教导这个舞龙队也是自己从无到有，对不对？就是看着影片，然后慢慢学习，包括我们不用那个宽的那种，就是传统的这种音乐的这个节奏，你们也摒弃掉了，这都是主任你的想法吗？其实刚开始我什么都不会，因为我是教物理的老师。哇！那刚开始我跟第一届的学生，对，我们就整群孩子就趴在电脑前面看别人怎么舞，然后我慢慢去摸索，就这样子舞了十年，还有今天这样的成绩。假的，哇，干嘛那么省钱啊？没有开玩笑的，这个其实就是老师跟学生共同成长的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对不对？我想呢，这个因为在我们南投的这样的一个盛会当中，当然不能少了我们在地的团队嘛，所以最后这个主任还没跟大家要分享的关于我们的舞龙队。那你们大家今天来到这里是非常幸运的哦，因为我们县长特别支持，还有我们张家泽议员也特别支持哦。那我们这次除了舞龙的表演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以前我看过舞龙队表演？有没有？之前有来灯会应该都会看到。那我们今年跟别人、跟去年、跟往年不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多了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多了一条凤凰。那我们希望凤凰的寓意就是一个浴火重生，那希望这个世界才能够从这个疫情才能够浴火重生飞起来，所以我特别拜托县政府帮忙我们，他也赞助我们一条凤凰一条，那我们今天可以龙凤呈祥献给大家。哇，掌声鼓励，再次谢谢这个陈汉主任的分享。好，感谢我们这个今天呢，因为在2021的南投灯会今年度呢，我们看到的确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呢，我们也在灯会呢可能开灯时间到19号，所以我们从19号开灯之后呢，包括我们在主灯区，像我们主灯区你都去过吗？有去过呀，去我看一下，不说太多嘛，还是说这个灯光，因为 spotlight 打的我比较看不到大家。其实如果说大家今天在看完了这个整个水舞展演的一个表演之后呢，等一下我相信有很多人今天是